废话不多说，本期视频分享一堆下载 B 站视频的工具，基本上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。首先来看网页端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贝贝哔哩哔哩其实就很够用了。输入视频链接和验证码，就可以直接下载 1080p 的视频，电脑上是直接右击另存为，手机上输入验证码之后直接按回车，然后复制下面这里的链接。 iOS 上的话，你可能得下载一些第三方软件，比如 Documents、 ES 文件管理器之类的，然后用这些软件里的浏览器打开刚才的链接，这样就可以下载了。安卓的话，不管哪个浏览器应该都可以直接下载。另外这里也可以选择其他格式或者单独的音频，因此这个网站算是很完善的了，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完全够用。扩展这边的话呢，推荐这个 B 站下载助手，装完之后打开任意一个播放页面，就能在右下角看到这个按钮，点开就能在这里下载了。用这个方法的话，你在网页这儿看的是什么清晰度，那么下载的就是什么清晰度。不过这个合并下载呢会有点吃内存，如果你电脑的内存不是很够的话，可能就没法下载特别大的视频了，这时候你可以切换到兼容模式，分别下载音频和视频，然后再用 FMPEG 之类的工具去合并，具体方法后面会讲到。除了这个扩展之外，我个人其实更推荐大家去试试猫抓，因为它更加的全能，并不只是针对 B 站，很多其他网站的视频也都能下。在 B 站上的话，打开你要下载的视频，选择好清晰度，然后点击猫抓图标，这个时候一般来说你会看到两个文件，比较大的那个就是视频，小的那个就是音频。当然有时候你会看到两个大小一样的文件啊，这时候随便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，然后勾选你要下载的视频和音频，接着点这个在线合并，它就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，然后耐心等待就可以了。各位注意看这个网站啊，是一个在线的 FMPEG， 不装猫抓这个扩展也是可以用的。如果你自己有什么音频视频需要合并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网站先加载一坨文件，也就是上传你的视频和音频，然后左边这里选择对应预设，最后直接运行一下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想要更高级的功能或者下载更大的视频，那么最好就是用一些独立的软件。我目前最推荐的就是这个 BillyDown， 由 B 站 UP 王子周奇洛开发，界面美观简洁，功能也十分完善，在这里输入视频链接然后就可以下载了。当然想要下载高清晰度呢，还是要登录账号的。那咱们先来看看设置，这里我建议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一下功能。这里的这几个选项呢，就是下载界面这边的这几个按钮，可以按虚开关。辅助工具的按钮是在侧边栏这里，里边有一些实用的小功能，比如字幕和音频的格式转换，以及一个音视频混流。那像这种本地软件的话，就不会有网页端那样的大小限制了，基本上多大的视频都不会有问题。编码这里显示的名称和网页上呢会有点不一样，但也很好对应，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就直接 ABC1。 如果你输入的链接是一个合集，那么在这里就可以按住 Shift 键来多选。推送按钮可以用来批量下载各种元素，所以基本上来说 BillyDown 就是该有的都有了，而且原作者也一直在更新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另外还有个 Donkey， 也叫 Billy 下载机，也是十分不错的。 UI 界面没有那么的精致，但该有的功能也全部都有。下载之前记得先解析，然后才能选择清晰度。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批量下载某个 UP 的视频，只需要输入 UP 的主页链接，然后就可以多选下载了。此时画质是跟着设置这里来的，不过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呢，它好像没法解析高于 360p 的清晰度了，所以比较可惜。好在我发现了一个 Donkey Core， 相比于原版呢，它支持了更多平台， Windows、 macOS 以及 Linux 都可以，而且视频解析也没有问题，所以原版不能用的可以来试试这个版本。哦，当然不管你用哪一个版本，一定要先解压再运行，千万不要在压缩包里直接双击 Donkey.exe 来运行，这点很基础但很重要。最后还有个 BBDown， 它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没有用户界面，而是通过这种命令行的形式来操作的。可以看到参数选项非常之多啊，虽然用起来可能没那么友好，但它却更自由，可以很好的和其他工具来打配合。比如结合 Quicker 使用，就可以选中链接之后直接下载，一步就能搞定，是不是非常方便？只不过这个稍微有点使用门槛，而且很容易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所以如果你愿意折腾的话，可以自己去试试。这里咱们就不展开讲了。那本期视频提到的这几个工具基本上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了，还有些工具我没讲，但也会一起放到视频简介里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。那么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关注，也可以长按点赞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